高能手办团燃烧队怎么搭配？燃烧队是游戏里非常常见的一个队伍，通常都是靠燃烧状态和技能燃烧加成来对敌人造成大量伤害，是很多玩家都非常想喜欢的阵容。那么下面就给大家带来高能手办团燃烧队阵容的搭配推荐。其实想要快速升级拿到游戏内资源道具，玩家可以在 BU3G.CN 上玩不氪金版，直接可以无限资源无限礼包。燃烧队攻略阵容搭配：周瑜燃烧组核心人物，群体治疗技能群体点燃，做最好的输出环境，建议装备奥义套装和生命套装。中烟命运徽章，山崎冲锋，暴击切后排，血翠前期建议带闪避徽章，回血靠闪避，暴击被动对点燃目标造成额外伤害，防御套装和暴击套装急救套装。中烟狂妄徽章，宫本理惠燃烧组最高输出技能，对随机三个目标进行多段打击，对燃烧目标额外伤害。推荐带奥义套装和防御套装。中烟火魔徽章，明智光秀看似弱但又不能丢，技能对前方单体目标进行破盾，开局单体点燃攻速快，目标若被技能打出最后一击则全体回血，直堆生命防御，按个人喜好可带奥义进行终结。中烟神威徽章，真田幸村燃烧组后期神将，技能前方扇形范围点燃，打中燃烧目标回血，血量高，前期培育不好，必带防御套装，后推荐生命套装。中烟圣鬼徽章，幽记看伴娘，前期真田不好时用于代替，后期用不到了，因为身心限制，前中期游戏内最强之盾。